深圳市源广浩电子有限公司，是一家专注电子消费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成立于1999年，总部位于广东深圳，公司主营数字显示系列，如智能时钟、 WiFi 天气预报、智能家居检测仪等产品，目前已经有2000多家分销商、300多家商场超市的销售渠道，拥有京东、天猫、亚马逊、1688、阿里巴巴国际站等电商平台销售，公司出口销售遍布世界各地，企业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、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，通过 ISO 9001: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通过 ISO 14001: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，通过 OHSA 18001: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。公司产品荣获德国红点设计奖、中国红星奖、台湾金点设计奖、深圳副市长颁发的环球设计大奖等知名奖项。源广浩始终秉承中国原创之精神，20年来积累了丰富的产品设计研发经验，拥有产品 ID 设计、结构设计、性能测试、塑胶注塑、产品组装等优势。公司现有面积4500平方米，公司员工200余人，公司拥有4条自动组装生产线、注塑机、恒温测试仪、电池测试仪、延误测试仪等专业检测设备，以及千级无尘实验室等设备。企业先后通过沃尔玛、K-mart、SEDEX、BV 的验厂，公司拥有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商标等近200项国家专利。公司与阿里巴巴网站常年合作，现已成为国际站的金牌供应商，阿里巴巴诚信通的多年实力商家企业。和深圳市源广浩电子有限公司合作3年来，源广浩在电子结构设计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希望源广浩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强。源广浩以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，先后赢得了华为集团、中国移动、中国银行、沃尔玛、伊利集团等众多知名企业的认可与信赖，同时也吸引了 CCTV、BTV、SZTV、今日头条等权威媒体的报道。The design and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at Yuanguanghao Electronics are fantastic, and we wish that Yuanguanghao Electronics becomes better and better in the future. 源广浩诚邀您莅临工厂参观，真诚希望与您建立长久、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。我们的愿景是成为优秀的高科技企业，我们的使命是肩负社会责任，壮大源广浩公司，成就源广浩人。